亚，亲爱主来长辈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亲爱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哇，够早吼！哇，今仔日我是真正欢喜啊！我看到这道啊，真是坐满人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网上的兄弟姊妹，网上的朋友也是真正欢迎你吼，甲咱啊做阵来参加咱必须大堂的福建聚会吼。啊，愿啊下一个礼拜哈，咱会当看到你来到这道吼，因为你若是你今日你有来啊，你会看到这道的一个真是真。加温暖的诶气氛吼，因为今日咱为恁准备了真真侪啊节目吼，啊感谢主，哇！今仔日我真是看到有新的朋友伫咱的当中吼，好无咱即阵啊，甲你的隔壁的兄弟姊妹的朋友，甲伊讲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祝福你满满。兄弟姊妹，咱站起来好无？啊，咱运动一下吼，啊，会使行去甲啊，甲较侪兄弟姊妹，甲伊互相的祝福吼，感谢主吼，咱伫主内爱互相的祝福，互相的听谈吼，感谢主。咱最近来祈祷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圣灵，让我心感恩喜乐来到你面前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带领咱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所。主啊，咱只是啊来，只是未来亲近你，和你的话语安尼款来浇灌咱，和你的话语来赐予咱的灵力，赐予咱有平安，赐予咱的锻炼。哦，主啊，咱感谢你的大听谈，感谢你的大心。主啊，咱要将咱的一切的颂赞敬拜拢归乎你，安尼款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，Amen， Amen， Amen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一阵来站立，那是无方便的站立的兄弟姊妹啊，不要紧哈，会先坐掉。但是咱呐，要啊鼓起咱的心，鼓起咱的手来敬拜咱的主耶稣 ，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来，让这边来拍手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耶和华，你真大，你受大恶怒，你的大无话切讲。对一代到一代，恶怒你大作为，无用你大宽容，直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恶怒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。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，耶和华你真大，长寿大阿罗，你的大无话切讲。对一代到一代，阿罗哩大作为，无用你大宽容，直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耶和华你真大，长寿大阿罗，你的大无话切讲。对一代到一代，阿罗哩大作为，无用你大宽容，直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，搁一摆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阿罗哩名字。耶和华你真大，能受大阿罗，你的大无话切讲。对一代到一代，阿罗哩大作为，无用你大
权柄的高不是大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必尊崇你，我必永永远远倚靠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必尊崇你，我必永永远远倚靠你名字。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，你大信实，因我罪。好人知呀，你大信心顶到永远万代，我未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未求，我未求，我未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未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我未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未求，我未求。我要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，你大信实，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，顶到永远万代。我要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求，我要求。我的主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的主耶和华的大慈爱，我的主，我的主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的主耶和华的大慈爱，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，你大信实。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的到永远万代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必求，我必求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。你大信实，因我罪，何人知呀？你大信实的到永远万代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必求，我必求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。我必求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主，感谢你的大慈爱，主啊，感谢你的大听堂。主，咱无法会切到你的听。是好等的长宽乖亲，出咱的知影，你听咱，听到为咱牺牲你的性命伫十字架顶，流出你的宝血来洗净咱的罪，予咱今仔日会通无惊吓的来到天父面头前，哦主。在你完全的爱里面，我们得到医治，在你完全的爱，我们不怕吓。你是这样听我，听到为我将你辛苦打破，你是这样听我，白白的背后我所有过往，你是这样听我，天涯到底的你跟我同在，你是
一切乱流。我爱你，因为你深爱我，你的爱将我来看穿，和我拢无所求，因为拥有你的爱，这一生我已我就。所讲，你是阿弥听我，听到为我将你身躯打破，你是阿弥听我，白白的背后我所有归还。当他就和我点点
全力拼命坚强，也想明白，专心专意来爱你。我想起你，你是我永远的好运，就像一米。就一米点一点点献上敬拜，主是地里的灯，世上一切的暗淡，独你一人，我孤无下人。疼痛，就让我惦记你的同在里。
天上明白，专心专意来爱你。当伊拢无爱去，只爱一米点一点中，天上明白，专心专意来爱你。搁一摆甲主讲，当伊拢无爱去。只爱一米点一点中，天上明白，专心专意来爱你。主耶稣，咱爱你，咱感谢你，咱爱你，因为你深爱咱。哦，主啊。嗯，你看你敬拜，你看你祈祷时候，主耶稣，你保佑我被名字献上，阿门，感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兄弟姊妹，咱先来请坐，感谢敬拜团。咱的诗歌敬拜献上，即阵咱要献上咱的奉献。请教台湾的有比让先为今仔日的奉献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圣灵，让我心感恩喜乐，过一摆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主啊，咱会知影你的恩典，人无通来报答，因为主，你将你一切。赐予咱，你将你的性命赐予咱。哦主，咱即阵要献上咱爱心的奉献。主，无论今仔日咱是献上咱的金钱，还是咱的时间，还是咱的气力，来为你做见证。哦主，你拢会看到，你会看到咱的心。主啊，求你用你大爱、你的大能来祝福咱每一个人的奉献，愿咱的奉献会当食做更卡侪人的祝福，会当带领更卡侪人来到你的殿中，来敬拜、来阿罗、来敬拜你这位伟大、慈爱的主神。那按你款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名求 ，Amen， Amen。网上的兄弟姊妹，网上的朋友，你也是会当通过手机，通过电脑来奉献。感谢大家的奉献，关注大大祝福每一位家里的家人 ，Amen。即阵我有几项报告哈 ，OK， 头一项报告就是咱的。每一个礼拜的祈祷会吼，古早是拜四，即摆咱换去拜三吼，请大家注意吼，咱的每一个礼拜的祈祷会换去拜三，时间有关是八点 ，OK？ 那是咱有啥物祈祷的需要，吼，记得甲牧师、甲领袖讲，予咱会当为你的需要来祈祷 ，OK？ 感谢主。第二项咧就是 ，OK， 你记得我有报告过这个 glow 的活动吼，glow 是英文字啦，咱福建是发光啦吼，发光的活动吼，这个活动是咱几个教会最近组织的啦吼，不管你是英文部、华文部，还是福建部门、广东部门，拢是会使参加 ，OK。这个活动呢，伊每一摆都有无常的节目哦，每一个节目都是真正有意义、真正对咱有帮助的啦，哈。OK， 下一摆的 Glow 的活动是伫10月9日哈，10月9日是拜三。这个活动呢，伊能请到一位应该是罗军是不？一位罗军吼，来甲咱解释咱的
骨骼哈，那你骨哈，那你骨诶，去那老人家哈，不是当那老人家啦，少年家还是可能哈有骨问题啦，哈所以这个活动呢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那是你要参加甲朱比娜报名哈，因为伊人爱为你来准备食物哈，感谢主哈。OK， 过落来就是咱的潮州团客，潮州团客伫咧下一摆是伫咧十月十号，哈，十月十号是拜四啦，哈，拜四时间是一点半。下晡一點半啦，哈！潮州團契啊，那是暑假潮州話，啊是愛學潮州話，啊是會曉打潮州話，甲兄弟姐姊妹，請恁來參加啦，哈！請恁來參加，感謝主啊！頂一擺哈，牧師講有十位，哈，十位兄弟姊妹来参加哈，是真正感恩哈。那咱新加坡也是真侪潮州人哈，我也是潮州人，不过我潮州话打了无好，是的啦，是的。OK， 过落来就是咱的感恩祈祷哈，咱有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拢有这个祈祷卡哈。都有这个祈祷卡无？那是无的兄弟姊妹哈，请你举手哈，那招待员会给你一张哈。这个祈祷卡咧咱是真正有意义啦，真正有意义。因为兄弟姊妹你知影无？咱的天父上帝的确会听到咱的祈祷，伊的确会为咱成全咱心内的渴慕的需要哈，所以。咱要为咱的所爱的家人、甲朋友来祈祷，吼。所以这个卡咧是帮助咱吼，因为有时咱会忘记啦，吼。莫讲老人家啦，吼，少年家也是会忘记吼。所以咱将咱的要为咱祈祷的家人的朋友的名写放一道吼，那是无位吼，举较侪卡啦，做写起来吼，写起来，咱每一摆要祈祷咧，一看到这个卡顶面的名吼，咱是会带来为咱祈祷啦。祈祷无论，因为咱会知影咱家人的需要，可能咱唔知，但是上帝伊会知吼，所以咱每一摆来祈祷咧是。看到卡顶面的名，好，咱就安尼看来念出伊的名来为伊人祈祷，阿门，感谢主，真正感恩的也是咱顶一个礼拜哈，有两个兄弟姊妹受洗哈，获得新的生命哈，就是阿发弟兄甲阿美姐妹哈，感恩感谢主。感谢主啊呀！伊人即阵是新做的人了吼，新做的人吼啊！咱有一首诗歌叫做《人生七十才开始》吼啊，八十还是笑眯眯吼，只是咱会知影吼，咱真拜耶稣就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，阿门。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一个新做的人，因为耶稣要将伊的大爱，吼，来浇灌在咱的生命中，来改变咱的生命，来祝福咱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吼，咱为这两位兄弟姊妹首先来感恩，感谢主。OK， 落来就是咱下一个礼拜的公馆是陈少虎，吼，单传道啦，吼，单传道，伊的福建话我也是真熟甲听，吼，伊讲道也是真正生动，真正有趣，吼，所以大家你要来参加，吼，下一个礼拜，OK， 今仔日聚会完了，吼，请大家留落来，吼，因为咱有一个，咱有一个开发的课程，甲有。
开发甲小组吼，咱要做阵吼，做阵有这个小组开发，让做阵来国卡会进步，让你做耶稣，阿门。所以请主，今天日做完了，请大家留落来，咱有准备了点心吼，好咱食了点心，咱做阵做阵来组织，做阵来国卡进步，做耶稣，通过开发，通过咱的小组，阿门。OK， 哇！即阵咱有特别的时间 ，OK， 咱有两位兄弟姊妹要来讲见证 ，OK， 头一位咱邀请咱的 Sister Pauline， 伊要来讲伊的见证。搞炸 ，OK。OK， 拜三吼，我去blood test。OK， as usual 拜一年两拜 blood test， 六个月一拜。连 doctor 甲我抽三张血。OK， morning 我早起 blood test， 连 afternoon 几点三点 doctor clinic 打电话哇 ，doctor want you to go back for a retest 哇，我就惊了嘞。我念佛真久，安侪年也唔捌 retest 喏咯。等下你三伊讲，你着去 retest， 我问我虾米代志 ？OK， illness 无个你讲个啦，用你来。所以 OK， 拜四我去 test again。然后 ask doctor， OK， why I need to come back？ 安怎着等来 retest again？ So doctor says， this is a sensitive。Test for you, okay? This is because yeah, test my cholesterol, test my liver, and test my kidney, okay? This is dong yao ye. Well, I go to my knee. The moment the nurse call me, ye missy card and what by sa by sa, what gui lo hook ya so kyu liao le. I say, Doctor, Father, I need your help.So, 我跪落去祈祷。I say, God, I need you. I have nothing already. I need you. I need the blood of Jesus to come and cleanse my blood, make my blood clean when tomorrow I go for another test. So I praise the Lord. I thank God. Then yesterday, Jajit, the nurse, Madam Wong,你的 report 出来了 ，so I say okay I go. Praise and thank God that everything is normal. Even though my liver enzyme is slightly high, but still normal. I 感谢主 ，my liver is okay, no fat. 感谢主 ，God is good. 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啊，我甲伊小快翻译淡薄啦吼 ，Sister Pauline 吼，伊去啊教会啦吼。驗了咧，伊落棍棒吼，甲伊講，有問題哦，佫要驗過一擺吼，哇，那是，所以伊真正擔心啦，真正擔心，但是伊將伊的擔心交託予主啦吼，伊跪落來祈禱啦，祈禱主講，將伊的血的問題吼完全的除掉，完全的清掉，所以感謝主吼，伊的報告出來吼是真正好的報告，阿門，感謝主，真正感恩。感谢 Sister Pauline 的见证。啊，即阵咱邀请咱的Brother Andy， 啊 ，Brother Andy， 你会晓讲福建话吼，唔免翻译吼 ，OK。前面我去算算者，我来拄这教堂哦，已经有十八年了，我本无相信家己啊。迄阵二零零六年我来到这教会啊，按照我来。来到这个教会呢，有两个真正奇妙的这代志爱甲大家讲啦。这摆我来教会是因为 Jennifer 有叫我来啊，但是顶摆阿 Jennifer 阿未叫我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位姊妹哦，伊讲你爱也就爱来阮来教堂啊。阮来教堂是真正奇怪的，这个、教堂我从来唔捌讲有靠人讲爱建立啊，什么哦。真正奇妙，讲你定定爱来啦。迄阵我就对伊来一摆啦，来了我就无再来了。
了真正侪年以后哦，因为我是住另外一个教会，住我的厝的对面头，去参加大家礼拜。落尾有一日，我就去这 Jennifer 的耶 salon 头，耶加头毛店去头。Jennifer 讲哇，我看到人对头笑我，讲哇，安怎你安尼欢喜啊？伊讲你来我来教堂啦，你来会明白安怎你安尼欢喜咯。落尾我就对伊来了咯。来到教会的时阵，耶牧师就甲我讲，伊讲啊，无你倒下手提，啊，无你做这投影啊。那我就做咯，一做就调到今日将近18年啊。迄阵我太太本来是读这华文部啦，华文部咯，那我人做失败就，那过我人我2006年就参加到诶教会，过年哦2006年我就甲我太太两个就洗礼咯，就直接教会洗礼，安尼时间是真正紧啊，一日过就18年了。后尾安怎我今日做这见证啦？迄阵我马路参加这教会的时阵，因为迄阵我是哇，特别是。我的 credit card 是真正做的，这个信用卡真正就有4-5张会使用，用到最后我逐个月本是还这债，上减要还5000块，逐个月还10年的，不是还十年啊，还到10年后哦，哇，老尾较麻烦，有一日，我就是计数，我无讲有讲真担忧啦，但是就是安尼过，也无什么计划啦，有偌侪钱就使偌侪钱就。但是天天难过，天天过，我嘛唔知安怎款咯。可能我来教会，然后有得到这个救恩啦，我是安尼想啦。那有一日，有一个牧师甲我讲，我迄阵囡仔的时候，安怎我会信这个教会咧？就真啊奇怪，因为我囡仔小的时候，读过小学的时候啊，读过月，逐年的这个放假哦，我老爸就叫我。就是把我将我送去我的阿哥的厝内啦。我阿哥是人全家人拢是信主的，我就对人去信主咯。迄阵我已经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对人逐个礼拜去礼拜堂啦，读这丹森 Baptist Church。迄阵我也参加人的圣诞节啦，去报佳音啊，去人的参加人的歌唱班啊，这個、唱诗班啊。后尾有一个时候，我就无去教堂了。这个老表搬厝搬去这石林郡的时候，我对面一个教堂，我就继续去啦。去到有一日，老表就你发叫我来收，就来收了，学习到今日为止啦。那我听到一个牧师讲，迄阵我是细汉啊，怎啊也相信主咧？因为哦，我是真啊惊鬼的啊，逐摆啦，逐摆人家来创地方有鬼啦，我是真啊惊哦。但是人家讲，你信主咧就免惊鬼啦。哇，有影影，老表信主了，哇，有影是袂惊了。那尾有一日，我有一个牧师，我本袂记多一个牧师。牧师甲我讲，伊讲哦，你若是一去洗礼了哦，上加你即个头一头有一个看一个印了，看一个印了，你去倒落你袂免惊。那尾就是哇有影咧。那尾逐个月7个月哦，我的太太讲哇，逐摆真正惊，7个月就够啊，真正惊咧，惊有啥物鬼怪讲，行路不爱小心，莫乱乱出去啊。但是我就无即个，我就无讲会惊咧，我奇怪咧。去倒落本袂惊，啊听什么鬼故事我本是袂惊，就是因为我是认为讲有影有一个银看帮我头一头，因为我洗落了嘛，就洗了有一个银看不到，你去到倒落都不免惊。这是爱做这個见证，甲大家讲啦。落尾到今日哦，逐个月哦，本是迄阵我逐个月哦，本是真啊生活本是真啊艰苦过，逐个月哇，这道算算者，迄算者，哇刚刚好会才过，过到安尼侪年来吼。哇！当今我坐拢总现到清了，2-3年前拢现到清了，所以就无欠债了啦。我是真正欢喜，因为我是认为哦，信主哦是真正奇妙一啊的祝福啦，是真正一件很奇妙的事啦。所以是爱给大家做这见证，讲也是大家信主哦，你是爱有耐心啦。你免讲有担忧哦，像讲圣经内边有讲，你讲。你担忧就是担忧今日啦，你免讲担忧明仔啦，担忧后日啦。因为内边有一个经节内边有讲，伊讲迄个鸟仔哦，迄个鸟啦，伊14季去飞，伊就免做工，也免去免去做工，免去担忧，等于一点食，本是会过日子啦。
所以我认为吼，咱人也免讲什么担忧啦，但是就是你来信主吼，你定着有变平平安安的过，免免去担忧马仔。你爱担忧担忧，今日就好了，马仔免去担忧，你定着变过。这是我今日的见证啦，感谢。Amen。其实咧，我计讲两句，伊讲遐尼侪句。啊，这个免紧啦，因为咱人信主吼，得着主的祝福。欢喜了吼，咱得心吼充满，心充满什么？圣经讲，嘴就会讲什么？咱人的底下是充满着感恩，所以咧，伊的嘴就感恩啦。啊，其实咧，啊，做个叫伊讲见证。我讲啊，有一日我问伊 ，Andy 啊，你吼会艰苦过未？伊讲会咧，牧师，艰苦就过咯，会艰苦过未？艰苦就过。伊讲。因为我相信到到老尾，都是上帝祝福我，耶稣必定会祝福我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你能相信无？你能相信无？你能相信就会得救。因为兄弟姊妹，今日平安，咱要看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，题目就是神的应允，一句。阿未落空，即句阿未落空，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咧感谢你，因为阮听了两个见证，一个见证就是阮会惊，但是阮若惊来对，有缘祈祷相信，你就应允阮。另外一个见证，甲阮讲，主啊，当阮相信属奉你，相信讲阮是你的百姓，阮是你的人。你必定会让我们不惊吓，必定会成就一切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兄弟姊妹，约书亚记的21章有分为三部分，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利未人要求约书亚让伊成事，咱会知影拿掉。15章到19章，隆重人得到对，不如利未人无得到对。利未人是12个支派来对其中一个支派。上帝讲，利未人是吃上帝予伊的供应，吃上帝的供应。所以咧，利未人，你就是吃我点来对。人供应偌济，你是食迄份的，所以你免，你就相信我的供应就会使了。咱也捌听到真侪见证，讲真侪牧师开始教会啊，神阿怎供应阿怎解，咱即个教堂嘛是相像对无？咱的古早的故事，咱捌听真侪摆了。所以咧，离别人根本就无对，无啥事。牧师讲到19章。20章，谢谦和牧师讲，不但啊，伊人得着地，拿掉地来地，啊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避难所。所以今日咧分为三部分，三部分呢，咱要看的就是最后一部分。第一到第三节，利未人向约书亚举地，但是伊人无地，伊人举着48个城，唔是地。第二咧，就是分地的情形，就是一道分，一道分，一道甲分产业安尼款。第四到第42节，第三段就是我要讲的，神的应许无落空，是不是无落空咧？无落空就是讲神的应许啊，啥物含别人是真的，神的应许啊，隆重伊讲的话。听到是无骗咱人的，就是咧，伊讲的话，唔是讲咗就算数啊。讲富人，我拿香港学到即句话咧，讲咗就算数，讲咗咪算数咯，就是讲讲了就算数了咯，算数了就敢有讲，敢若无讲的，会明白未？即句话我学到是讲有讲，敢若无讲，但是咱的心唔是安尼款的。所以咧，第三咧就是讲到应允。成就的感恩，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今日也是讲，各有人咧等候你的应允来成就的。今日主耶稣，赐因人信心，会当相信。
主耶稣，你的应允是无落空的。啊，主耶稣赐伊人耐心，知影讲，伊人的祈祷，主耶稣听到你的随听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所以今日呢，咱人看到这条歌，就是神的应允未落空，是因为伊是信实的神。这条歌是当人啊。华语歌，信实的神的永远无改变，信实的神的永远无改变，伊可以好话的人真像是安山，哈利路亚永不动摇，对不？无动摇，这个因为伊的应允永远无改变，无落空。众山阿怎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阿照样来围绕我。围绕就是讲来拿掉我的身边哈啊包围的意思。那福建人讲包围啊，你人会明白未？咱予人包围是真艰苦的吼。哇，阿是讲敌人来包围咱，人哇啊走袂出对无？啊，今日吼想包围你，耶稣包围你嘞。敌人走袂入咧，唔是你走袂出，你慢慢走出来吼。所以，咱人和上帝甲伊个天使来包围咱人。阿咩无所当敌，敌人未使入来咧。哇，我先做甲这条，即包围哈。OK， 耶和华啊，照样来包围人。那今日只够咱人去天堂，永永远远。所以今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所以伊个应允是无。落空，伊的应允是无骗人的，伊的应允是那天顶送巴给的。Yes, yes, yes。所以今日啊，咱人相信咱的上帝的时阵，咱爱知影讲，咱的上帝咧，的应允永远永远存在。第四十三节，咱要读的现在，来，咱要读这第四十三节。我邀请 Jennifer 姊妹来读，来，咱扫宝路姐 Jennifer 就是头先带 Andy 来的，啊，即阵咧读圣经的经节。好，我为你来读《约书亚记》二十一章第四十三节。安尼，耶和华从以前就作要予因列祖的全队予以色列人，因就得到罪孽，踮伫遐徛起。你。会记得我讲，阁有真侪产业也未得到这片岛。过后我讲到分队，但是呢，这道二十一周，约书亚书有二十四周，咱计三周吼，咱就读完了。今日吼，咱人真正搞咧，读二十一周了吼。二十一周这道讲到伊人得到产。得到地业，得到地业，得到产业。但是，咱人本有读的，加勒讲，我爱这个山，因为阁有真侪地业、产业，我要去拍的。但是，今日呢，咱看的主题就是伊人得到这个产业，这个产业唔是呢，因为耶稣啊，拍战真牛嘞。啊，唔是咧，以色列人哇，真正坚强，真正勇敢。咱人知影讲，伊人所得就是因为想赐予人诶。咱看，想赐予耶和华赐予点以色列人，就赐予伊人，就是讲啊，予人即个礼物。我赐予你一份工，就是你免骨力诶。白白得救的，对不？是不是？我赐予你，神赐予人，是免出力的。但是啊，怎伊人都去拍战呢？你咧想？其实伊人拍战是爱坚强伊人的信心，来证明上帝的信心。阿门无？咱拍属灵的见证，魔鬼已经是。失败了，啊！所以咱就去穿这个军装来拍。这个军装，咱拍赢咧，就是证明我的上帝是永远得胜的。
得胜个得胜，得胜个得胜，你敌人啊了了的，但是我的信心证明我的上帝的信心，阿门无？所以这道呢，咱看到其实上帝赐福于人，因为上帝崇拜崇拜启示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讲的话就是安尼款，未改变的。孙巴，孙巴真正重要的咧。古早做生意七八十年前吼，做生意就用孙巴的咧，无用律师的咧，是巴蒂 A 甲巴蒂 B 吼。你甲我做生意，哎呦啊 ，OK， 会使了，会使了，会使了。当今啊，你唔通听人孙巴吼，孙巴是假的。伊那是孙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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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阿的，哎呀无啊！但是这不是人孙巴，这是上帝将之前以人的列祖所应，伊所应允以人的对，赐福以色列人。所以拿掉这道咧，咱看咧，以人其实去打仗，只是顺服上帝，带着信心顺服上帝就得胜。过无，带着信心顺服就是得胜。所以咧。咱看咧，是因为上帝伊有这个应允，所以咧，伊讲什么咧，定就会显示无一句会落空。那到第四十四节咧，咱看上帝赐福伊的百姓安息，来，咱来读。耶和华叫伊对伊的列祖一切所咒诅的，予因视为平安，伊的对敌。无一个人会徛掉伫因的面前，耶和华将因的对敌拢交伫伊的手。咱看第四十三节，咱有看所启示的有无？启示所应允的有无？大家有看这四句无？启示所应允，四十四节，咱看是咪咧？启示所应允，有看到无？小上一节。其实所应允的全队赐予以色列人，因就得到地业，徛那迄个地方。第四十四节，头一的应允就是对产业。第二的应允是甚物咧？予因四周围平安，平安。兄弟姊妹，你今日。啊，从心中啊，真乱无平安。你是信耶稣的人咧，有淡薄无对片咧，因为上帝讲我是平安的君王，我是属平安的主咧。那特别是唱这首歌，祝福我平安，祝福我平安，我的耶稣真正好，伊予我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讲伊是属平安的主，啊，讲你无平安，有可能你。是怕你自己的道路，你不是怕上帝的旨意，有可能你不平安，是你烦恼较多，你有惊吓的心，是你无信靠上帝，是你无真实的来有信心的来挖苦伊，因为伊是属平安的。我咧准备这篇道的时阵。圣灵跟我说，我是属平安的上帝，我检查我的心，我哪多了一方面无平安呢？这个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上帝的责任，这是我的沙拉，我就要找到回去我上帝的身边，叫他给属平安给我，因为他是掌管今日明仔永远的上帝，阿们，他是今日明仔永远无改变的上帝，阿们。所以今日咧，咱看到第二节，伊做啥物咧？伊赐平安，伊赐安息。耶稣拿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咱人真正熟悉，想有担当、有苦、加重担的，会使来跟我一道。我要予你啥物？我要予你啥物？我要让你更多问题，我要让你嘿嘿喘，我要让你有准，
大家讲，你人明白圣经嘅讲先，我要学你什么？我要学你什么？你要安静，知影耶和华是你的神，你要安详。今日兄弟姊妹平安，我愿你的心安详，拿掉主的本钱。我愿你会当我靠主，拿掉圣灵来得安详，因为主必赐那人安详的心，何能四周为平安？我感谢主，咱徛伫新加坡，咱人的四境是平安的。咱有感恩无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阿门吼。咱真平安吼，咱出入吼，十二点吼，出入免惊龙吼。后尾吼，有人举一支枪吼，讲，来来来，你无你也讲吼，无听我讲，我劈死了，有无？因为枪，咱新加坡是犯法的，上帝属咱的国家。有自由，有平安，那大家都爱为新加坡来祈祷，好，因人的一切的求得，无人会使徛掉因的面前，无人会使徛稳呢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徛入到，徛入就是讲徛到稳稳的。意思是讲，因人会使真正有平安、有稳定的心，因为求得。咱人个面前是袂徛稳个，你无听头先个见证，咱砍一个印，伫顶找你了，砍一个印，拿掉吼，拿掉吼，一个农业个社会来对吼，你知影牛吼，你也是讲无砍一个印，你唔知即个牛吼是隔壁人个牛，还是你家己牛，所以吼，即个农夫是砍一个印，拿掉牛个身躯顶，你知无？砍一个印讲是属于我个，你看隔壁人有砍一个印无？啊！有砍一个印是属于耶稣的，这个印你看袂到的，因为这个印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咱死那十字架顶。这个印是叫做血印，伊用伊的宝血加给咱人，所以咱会使平安。伊用伊的宝血浸掉咱人的心中。但人就是永远属于主的，阿门无？你人当咱听了吼，无吼 happy 啊！你看嘞，敢那无吼？哇，阿门嘞！哇，牧师如讲就如精彩，牧师如讲就如欢喜。你人就爱阿门，那那有耶稣的宝血，加给那人。阿门，大家啊，拍拍掉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那人的主是这里吼，所以那人。所侍奉的是一位伟大诚实的上帝，阿门。所以拿掉知道，咱继续来看四十五节，就是神显示了伊对以色列人诶所有的应允。咱来看，见耶和华对以色列家所讲的好话，无一句落空，拢有应验。一句话。伊所讲的一句，咱讲真侪句吼。耶稣讲，我讲一句成了。耶稣是讲几句？拿掉十字架顶，耶稣讲几句？伊讲的话是啥物？成了。哇，真对吼，成了就成了咯。一句吧噜，一句。上帝讲，有天就有天，有地就有地，拿掉创世纪第一章。是不是有好就有好，所以啊，咱人所享受的，咱所目睭看的，耳孔听的，鸟啊在唱歌，哈，目睭看的花啊，遐尼香，唔是吼独菜的，是上帝所借着一句话成就的。阿门。所以今日上帝不但向以色列人讲话，伊也向你甲我讲话，到底向你讲什么话呢？你能听得到未？你听不到不要紧，今天要听一句吧，我爱你。Amen. 不是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啊，我爱你啦，吼！听一句话吼，耶稣爱你，这就够了。你爱听一句话，耶稣爱你，就够了。你也听不到别句话，你就听一句话，耶稣。
耶稣，感谢你爱我，这就是你的回应。阿门不？所以这个应允是到底是什么？咱听了43、44、45讲到应允，其实咧，上帝应允就是拿掉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，亚伯拉罕离开伊本乡里、本国甲本家的时阵，去一个地方，伊所唔捌见到的、唔捌打的、唔捌去到哪个方向，但是上帝拿掉创世纪第十二章就开始予这个应允，因为这个人唔知影头前的路，但是知影上帝为伊开路，伊借着信心行出去。的机会，约书亚记第一章讲什么？你的脚所踏的，我拢爱予你。这是上帝向约书亚讲，所以你就爱坚强，兄弟姊妹，你的脚所踏的，上帝要赐予你，你就爱坚强。这就是上帝向人讲的话。哦，下摆咱就爱做一个 slide 吼，讲吼，请你安静你的电话，哈，好不？啊，感谢主哈，无牧师会分心啦，啊。我讲到讲到一半会分心啦，所以我麻烦你人吼，入来的时阵哈，咱人来检查咱的电话有安静无？哈啊，哥咧，你看我分心了咯，我讲到倒咯 ，OK。第十二章讲到上帝已经赐予伊这个英文，把这个英文真奇妙咧，啊真奇怪咧。唔是吼，那人吼去 NTUC 买吼，迄个叫做 instant noodle 咧吼，啊，你知一包一包的面吼，当今的人吼，真正变大字啦，一分钟就好啦，佮用一个哇佮砍者吼，一分钟，有诶三分钟啦吼，等你对使食了哦，这款的面，这个款叫做啥物？麦吉面，唔是麦吉面吼，你爱会记哦，伊的英文吼。到家吼，咱看到个二十五年吼，嫁后吼，佮生一个囝，伊个某老酷酷，90岁，还是会使生囝，哇，刺激！但咱人普通人吼，个70岁，你问迄个人，你会使生袂？伊讲，哎呀，你笑啊！你问我会使生，我70岁啊，我，伊人特别笑，我工厂关门了吼，啊，把伊沙拉个工厂吼，佮你开了。上帝讲，予你一个囝，22章，伊叫亚伯拉罕将你囝抬死。亚伯拉罕 OK 啦，好啦，献予你啦。但是过后，上帝讲，我是耶和华以诺，我是供应者。这个应允就是亚伯拉罕交甲伊个囝，哈，就是咱会知影伊个囝叫做以撒。Then 就是交甲以撒，交甲雅各。雅各咧，会记袂？雅各有两个啵。等雅各咧，真正歹死吼，真正歹死吼。伊出卖伊大兄，会记袂？过后伊倒转来，上帝的应允就是拿掉亚伯拉罕到雅各，到家约瑟去家，即个埃及。那埃及400年时间到了，哇兴，感谢主，那未使讲兴，那人好。基督徒未使讲兴咧，无兴甲衰吼。咱基督徒是啥物咧？哈利路亚！较紧来对我讲咧，讲哈利路亚啊！咱人都爱鬼吹吼，上帝请你原谅我吼。头先讲兴未使，咱人无兴吼，咱人只有哈利路亚。我上次甲 Sister Irene 吼，鬼吹就哈利路亚。你哪唔相信啊？你人 Sister Irene 都好无？哈利路亚！啊，先生，阿瑞，你食饱未？哈利路亚，哇，真好，感谢主哈，咱会使向你学。讲到倒咯 ，OK， 讲到吼，摩西，哈，400年，感谢主，我免等四百年，我等三十五，应该是35年，也是30来年，我父母就得救，感谢主哈。伊等四百年出埃及了吼，告诉了了未？也未奔红海，等过后摩西死。来到约书亚记，咱人会开始。约书亚记开始就是，你要去打埃及城，你要去打耶利哥城，我要带你入去，必
加牛年之地，当今得着了咯。但是佫有真侪地，伊人要去拍，拍到今日吼，2244年，伊人佫咧拍，吼。所以咧，咱看，这是证明上帝应允。那阿巴拉罕开始，到佮来佮直到约书亚记，上帝讲。哎、欸，我这句话本无路空嘞，因为我证明吼，和你人十二个支派有对嘞，之前无对，所以阿伯拉罕伊和上帝呼召来徛到迦南之地，上帝成就以色列人全部的应许，实实在在是证明上帝的信实，所以让人来看到上帝的信实属乎伊人。但是也是需要一人的信心相信上帝。上帝今日咱的天父属耶稣人降落来到这个世间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未得到逼迫，反得到永生。伊已经显示了伊的应允，就是救人的应允。今日只爱人来回应，来接受伊的爱。今日咱能接受耶稣的爱的人呢，咱就爱出去叫更加侪人来接受耶稣的爱。我感谢主，今日坐到这道的有一个姊妹，差不多礼拜拜前，我去伊的厝，伊接受主，不但伊接受主，伊也。真正有信心，今日来到那当中，咱个 Madam V， 感谢主。伊23号挂卡，伊讲我要来，我要来，脚疼好，脚也袂好啊好，这个就是信心，因为伊要行入来。23号，今日白露20几号，一礼拜，下礼拜伊个是一礼拜，伊讲，但是我要来俄罗斯住。这个就是伊的信心，上帝会来赏赐咱人每一个人的信心，因为人得会信心，未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咱人爱得到上帝的欢喜，咱就爱有信心。不但咱人得到伊的欢喜，咱本来得到伊的赏赐。上帝讲，迄去相信我，我赏赐的人，啊，你人相信赏赐无？有一日吼。咱若爱去天顶得到咱的想，你若无相信想方啊，啊，等下你来看，我为你祈祷。哎呦，我偌等候吼，上帝给我吼想方嘞，对无？囡仔嘛是吼，嘛是爱咱人想方伊，所以吼，这个应允上帝讲，我将一切我所应允的拢总交予恁人了。今日上帝应允咱人的，拿掉耶稣基督。拿到以父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讲伊将各样属灵的福气来予咱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信实的。咱来读这段。上帝的信实，一切地上拢属乎以色列人的，一切应允拢应验啦，一切受的拢交在因的手中啦。也表明上帝的应允就是得胜上帝的有效的保证。你知影拿到圣经来对有一句话讲：死亡啊，你的膏拿掉得了；坟墓啊，你未使去得胜了，你已经失败了。人生上大的敌人就是死亡。咱人每一个人出世都等死。啊，古早吼，我听人讲这个，我真相信，真正收起来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吼，啊，总安尼款讲话咧。哎呀，出世就等死。啊，当今吼，我60几岁了，差不多了啦吼。你就爱开始等了啦吼。哈，古早啊，其实吼，这个人吼，伊讲这句话，啊，唔是讲无沙拉啦吼。啊，做等咧，就是讲哈，啊，死亡啊是咱人的终点，是咩？沙拉死亡不是咱的种，死亡是咱甲上帝拿掉一生一世，徛掉耶和华的殿中的开始。阿门。不过是有时阵会惊死，
当咱惊死的时阵，咱就爱讲：上帝，你已经胜过一切仇敌，你已经胜得了。你上帝我的保证就是你胜过死亡。所以上帝啊，我的一生，我要来跟随你，我要来侍奉你。我把你去meeting 回来啊，有一位牧师拿掉这道cornerstone 的主任牧师。杨牧师，伊讲一句，伊讲，当上帝呼召我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我永远是你的供应者，因为伊有一个真正好的一份工。过后咧，上帝证明伊真正好，因为当人来供应伊，上帝讲，你免看人，看我，我会供应你。过后咧，伊讲哈，伊放下一切。伊讲，你就爱放你的卵，拿掉隆重的一个箱来对。Put your eggs in all basket。真侪人唔敢冒这个险，但是伊冒这个险。伊讲我侍奉主34年咧。伊讲我吼完全全心全意全灵的侍奉主 ，all in for Jesus。All in， 伊讲啊，当我安尼看的时阵啊，我想看到上帝吼的信息，因为上帝的信息甲人的信心真重要。感谢主，伊甲阮人讲者，伊讲你卖想讲我会退休吼，我当今64岁咧，我袂退休的，你卖想讲小牧师会退休吼。我对上帝的祈祷就讲：上帝啊，有一日哦，上帝好啊，我唔是啊，拿掉困来对死，就是拿掉讲台面前死。我讲都讲到一半，哈利路亚，起去天顶，安尼人给我休息啦吼，啊，人给我休息啦，无就拿。我跟你讲，那人属红主、军地主是继续，到家人去天顶。一生一世行到耶和华的殿中，我感觉吼，我有时坐到一道咧，我会想，真像我讲迄篇道，我算是啥物？上帝，你安尼看过我？我算是啥物？我会使徛伫面前来教导你的子女。我算是啥物？我敢若一粒沙拿掉。全世界人看，敢若一粒沙，世界真大对无？我是一粒沙咧，你唔相信？你去太空看落来，我是一粒沙，看袂到我这类人，看到你袂？我相信也是，人也是拢想。但是咧，感谢上帝，会当使用我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无看我算什么？会当使，所以每一摆我徛到这个讲台吼，我甲家己讲，唔知是唔是落尾一摆。所以你看牧师活跳跳，就是安尼看啦。互你人上帝好的信息，那人是爱回应上帝咧，就是用咱的信心来抓到伊的应允。伊应允什么？你就爱抓到，卖放弃，你卖放弃你的信心，卖行到一半吼。刚刚一白讲，哎呦，卡算了吼，停掉刀吼，休息了吼，就无再行了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信实，我真受教这条经卦，咱不常时想的，我的心安静，滴滴本静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，滴滴平静。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不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免。免惊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弃我，用我一生予你的子得胜。感谢主，我今日是讲我未讲到了，我脑是听个比听个好啊，敢那吼，迄个夹脖，
我讲唔知先就急无声出来未？感谢就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好我唱唱这条歌，好听无好听无重要，上主要是你能得到这个信息。所以咱看咧，因为伊是信息的上帝，所以因为上帝所应允的，无论偌多，第一拢是有事，所以阿门。也是对伊和上帝对咱得到应允。阿门。所以伊的应允就是是，唔是？是啊，是唔是？是。所以今日咧，我要问你，你相信你会起天堂未？我阁问你，你起到天顶咧，你会问耶稣问你，你有啥物证据？你会使来天顶个？你 passport 是啥物？你哪会回答是啥物？啥物？哈？啥个印？阿妹，你哪拢总会使去天顶了？你哪也想袂晓回答个吼？等你出来吼。哪人会当去天顶？咱个 passport 有看印无？有 visa 无？咱个 visa 就是上帝个保护。你到个天堂，我有耶稣的保护，我会使去天顶。是，甲 Amen。所以咧，耶稣予咱应允，是，咱会使去天顶。因为神是咪打掉民数记，民数记二十三章。上帝毋是亲像人会讲白话，也毋是人的囝会退后退悔。伊已经讲。减无行嘛，伊讲出减无应验嘛。耶稣讲，我来到世间，予你人得到救恩，你人无知灭亡，反得以永生。你讲有骗你无？有无？有骗你无？我特别是甲人讲，我讲的话哈，也是讲是圣经内底的话，你爱相信。啊，我讲家己的话，你唔通相信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人会讲白贼话嘛，上帝袂讲白贼话。啊，我有时阵哈，我甲朋友传福音的时阵，我讲相信甲无相信是你的选择。啊，讲你，我甲你讲，你无相信这本圣经，甲你讲的话，你无相信。安尼看呢，耶稣是大骗子。到底耶稣是？大骗子，还是耶稣是伟大的神？我不便帮助你来改变你的心，你家己爱决定。耶稣不是大骗子，耶稣就是真神嘛。阿门无？圣经也无讲白话，圣经就是真理嘛。阿门。所以咧，我真需要这条经节，因为我知影我人吼讲话好会咧，我有时阵吼。当今吼，我学乖了。古早少年的时阵，人讲真久无看你吼，啊，无人来做补食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咱有一日食，来咱能出去食。但是迄个出去食，有可能迄个人爱等一年，啊是六个月。有无？咱有安尼款的讲话无？有无？咱毋是后悔，咱是讲了咧，毋是无算数。但是咱讲了，袂记啊。袂记，但是有一款人咧，伊讲话了，伊后悔。你捌讲过一款话后悔无？有无？有啊无？你哪毋捌后悔个呀？你哪知影啥物事后悔？阿拉妈，哎呀，袂使讲阿拉妈喷啊。OK， 因为咱是信徒，咱人就爱讲上帝话，所以啊，你看牧师讲这款的话吼，和你人吼，看你人有注意无？我咧讲啥物？你哪有困无？咱人有诶时阵讲出来话，哎呀，我早知吼，我莫讲咧，啊，做头先吼安尼讲咧，讲出来吼安尼啊，后悔。咱哪有讲骗话无？有讲白贼话有。咱哪有讲了无照做无？我诶囡仔上高诶，讲了无做诶。你囡仔真乖吼。你囡仔有讲了无做无？你家己有讲了无做无？有。咱哪有发誓？咱哪有松巴无嫌弃无有？但是上帝毋是人。甲隔壁人讲，上帝毋是人，上帝是神，
所以因为上帝是神的，咱就爱完全的相信伊。信就是所望，来，咱来读这个经文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愿望者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。第二节，因为伫这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。第三节。对神，咱知这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造成的，安尼所看见的，唔是对家己会看见的来成。感谢主，因为咱的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是甚么款的话呢？天甲地要废无，我的话未废无，因为咱的上帝。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是甚物款的话呢？伊所讲的就会当来成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道讲，咱就爱相信。亲像阿伯拉罕，伊相信上帝爱予伊一个囝。阿金姊妹，你爱相信，你厝内会救恩。阿门。咱人爱相信。爱相信，因为魔鬼真正搞，魔鬼使用咱的思想来，让咱人无相信。咱的思想哈，但不是和魔鬼会跟咱讲真啊假的，有无？有影无？你哪捌听款即款的话无？咱爱家己讲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每一句话，伊所应允的已经成就。阿门无，伊安尼款为意识的人，伊哪会袂为着那人？所以今日那人爱做这个祈祷，咱来大家来祈祷好无 ？Jennifer 姊妹甲我要来带领这个祈祷，咱拢总徛起来来祈祷，咱爱带着信心来祈祷。敬拜团，我邀请你啊起来，甲我做阵祈祷，来起来。你人非常鼓起你的手，那人爱做阵来祈祷，感谢主。来，甲我做阵来祈祷，感谢主。做好准备无？大家来，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来，拿今日的圣经，拿今日的圣经。看到你的英文，看到你的英文，一句阿波罗康，一句阿波罗康，求主，求主，坚固阮的信心，坚固阮的信心，相信你是伟大全能的上帝，相信你是伟大全能的上帝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那美好的事，那美好的事，要发生在我的身顶，要发生在我的身顶，那我的家中，那我的家中，那我的工作，那我的工作，那我的教会，那我的教会，我安尼款祈祷，我安尼款祈祷，是奉主耶稣，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得胜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耶稣，咱来开声来讲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。你的英文是无路空，你所英文我的，你一定做会到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相信无？相信。我也相信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兄弟姊妹，咱即阵做阵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今仔日对咱讲的信息。咱要讲，咱要应应万万做信靠耶和华的人。阿门。感谢主，信靠主的人做阵来唱。信靠耶和华的人，真就是西安山。
主耶稣，主啊，现在赐平安和你的百姓，赐喜乐和因，愿主你的慈爱、你的平安、甲你的恩望，拿掉你的百姓的身躯顶，愿圣灵永远甲因同在。感谢你，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，主。上加恁正人同在，阿门，阿门。出去的时阵，爱记得，记得一句话：耶稣包围我。你若无想到吼，上帝的平安要包围你吼，上帝的喜乐要包围你吼，上帝恩望要包围你。阿门无？阿门。聚会已经结束了。